这个太冷了，就不得喝可能。我准备就把这个花花，还有这个肉，搬到那个棚。这个是懒人肉肉，就是一个月最，也就冬天的话哈，一个月到十天、二十天菜龄都无所谓。你看，端端肉肉，等一下再端，爸爸。这个当着，这当着的。老师，给他买了。还不洗干净呢。这个断掉了，放在这里，它会慢慢的长出根根的。假的都不会说话，真的也不会说话。这朵花浇水，它已经干了。它要搬家了，不然它很冷，它的叶子就会慢慢掉落。爷爷，别忘了哟。他后有个人呢，我也要是得过去过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太厉害了，这个是要搬家。我随便摆，刚才这个沙发多好的，我就弄成这个格子皮了。今天把这个修平了，我喜欢压那个肉肉，然后每个叶子就上一就上一颗，我就等到以后生出来了，慢慢的生产多一点。走喽。接起电话，二老是感冒，电视电话很厉害，给他弄点稀饭，土豆稀饭是，他说他想吃点稀饭，弄点土豆稀饭有营养的。我奶奶都是，给他说烤火都说冷得很，我们睡前才随便。特别冷，不晓得你们冷不冷？
穿很多小衣裳不好些了，我等下都多给烧一点衣裳来给我奶奶穿起，今天给我儿烧了点。吃一点东西有营养的。哇，好冰好冰！奶奶冷不冷？现在不冷，我很好苦。我看你穿好厚哦，穿哦穿就对的，买只红马甲穿起。你锁这个嘛，我给你弄点红，你锁那个嘛。哎，我有火热。哦，你那边，你拿这个啊？嗯，要的。我弄点稀饭。什么刀？好冰啊你！拉起来嘛。今天手都没有冰，冷了冷大了就要小的烧衣裳穿去，每次都给干嘛了噻？烧衣裳穿去。有肉吗？没有肉啊，那个骨头，那个味道出来就是肉的味道啊。还想吃肉啊？那等一下那个鼠出来了，我就把那个肉全部冰下来给你吃哈。娃娃嘞，弄过去自己要不得家，何止该自己。你看吧，滚溜溜的。你是不是看到它都滚了，缩到上面，屁股就暖和，是不是？我每次都滚呀。哇，这个特别爽爽，酥油了这个，马上可以吃了。这个好。现在咳嗽不能吃大哦，先吃点稀饭就行了。你害不害怕你吃了咳的厉害哦？要吞多久？等那个味道出来再放稀饭。你看我们反刚的包被。这个汤出来跟那个牛奶一样的稀，经常炖一点给它吃，一个星期炖一次。这种稀饭给它吃有营养的。放淡淡的盐巴就得行，多分了它味道。营养没有弄好，应该我的香香哈，把吃喽，好了呢，快点，没吃饭。那我吃完我的。爸爸，你要吃稀饭不？骨头稀饭哦。老妈，你都吃一碗。要的，我就不要的哦。这个营养好的，没稀饭老妈舍不得的嘛。营养好吃的。我叔叔了稀饭，你吃稀饭不？骨头稀饭，来先给吃来，吃了暖和和，别到处发了。老人就是这样的。对，我给叔叔端一碗去。那你吃嘛，慢点吃。我好了。哎，拿个凳子来。对，放个给我拿去。哎，快拿去吃去。拿个凳子嘛，那就。奶奶
不了就去挖孔，去挖孔雀卵白就算了。东西是这样。啊。我咋不知道哦？不知道，我去看嘛。好。快来，乖乖。就是这样。啊，你看嘛。咋就是这样？不要的，你看嘛。我们去里面看一下。看这事了，因为妈妈应该在屋头，是你妈妈在屋啊，怕伤心得很。乖乖，去不去空点事了？叫我去买了哟。是你妈妈在屋头啊，怕伤心得很，我去买的。要么说买的那个嘛，你就好找得到噻。不是，那你找不到。快乐乖乖。哎呀，这都为了半个多月了，好可惜。两只叔叔下乖，你把我气脱了。这狗都不会住了。土豆还是啥？要得喽。吃去了。我看看。刚才我你还有几个伙计我们？两个。死了几个？三个。三个。